歌坛有几个娃娃你知道吗？ CD 录音带黑胶你用过吗？这人物那画面是经典。歌坛有几个 David 你知道吗？ MD 盘带 A-track 你听过吗？那旋律这歌词别忘记每一个今天，故事都孕育在昨天，明天也出发在今天，向前也别忘记昨天，因为音乐存在，天天心情都有歌曲陪伴，音乐人出觉比凡人先看透世界，看透后整理了思觉，用词曲当情绪燃点，音乐记录人间，谱出弹出唱出碎碎念念到永远。出场